都要搞，反正基本上吃饭要搞点菜。这样的时候才叫有灵魂哈，就是要那个搞才有感觉嘛，啊、嗯，才有感觉。啊、一个人整两杯儿。啊，肉你还喝？高点嘛，高点嘛，哎呀，配肉噻。我觉得那个有那个肉，你不，你不整点没灵魂，整点就没灵魂，没感觉。肉的嘛，中少整点，少整点，整两。不搞，晚上搞嘛，晚上搞嘛，哎呀，晚上搞。晚上搞，中午搞，它不像你搞嘛，是吧？晚上搞，我们再搞晚上的是吧？你这个叫我哪吃得下去啊？要不然的话，下午那就是灵魂配那个，我跟你说，要不哪有力气，哪有？我跟你说，你不搞点那个，你对不起那盘骨头，对不起那个菜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搞点嘛。不搞，算了，不搞。啊？不搞。怎么搞啊？不搞，你那个弄了好多酒，你天天都搞那些好酒是吧？我专门挣钱，我做啥子？你要挣点钱，你不喝点酒是吧？来，哎呀，兄弟，你们上去是搞的吗？平时啊，平时是搞的吗？对，平时我们就说，哎，反正隔三差五嘛，啊。我们挣钱的意义就是，哪个？我们城口，喝酒、吸烟、吃腊肉，要想人长寿，那是三大必不可。那这就是你们全部都。你们现在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在执行呗？那中午没喝酒，吃肉都没得。说着我们这个地方年龄越大，他的酒量越好。你来是吃不下去哦？你是今天中午没酒？那不是。啊？没得酒的时候，你们都是你们相当于就是最当然你最文雅的时候嘛，今天。还不是。喝酒的时候，你们桌子上是不是闹麻了？碍气氛噻，气氛些。天天锻炼，天天要煮腊肉的嘛。你有没得胃口今天？就是缺的缺的酒，也没得胃口啊。缺点气氛，胃口还是有，缺的气氛。感觉今天吃不下去东西啊，昨天晚上肉吃多了晚上回来。啊，搁那光吃，吃饱了。战斗力不行了。你战斗力还不行？主要是没酒。缺一样东西啊，给你汇报好吗？这个战斗力还不行，战斗力不行。黑子哥，剩下一点肉给你吃嘛，来嘛。这个啃得苍蝇都打滑。耶。是今天你来了嘛？然后。刚好又入了那个团伙，我们今天去杀一头大肥猪，给你解解风。那杀个吃不完的嘛？吃不完就扛起来，扛起来慢慢吃。山上那个猪场有好多猪？今天我们去拉那个，它还有八百来个。就是头一段时间来那个猪价不好哎，它一直在压着那个猪，喂了有一年，然后还没有。你那个是不是搞得有点太隆重、太浪费的哦？哎，那没有没有。那啷个吃得完的？你一个四五百斤。那吃不完你不怕，吃不完的我们扛成腊肉、煮成香肠。最关键的是你要如何，我要叫你体验我们那个腊肉啊那些产品哪么出来的，叫你每一个步骤要叫你先感受一下。那你这个说的话，我也是屠夫的呗。你可以不是屠夫，你也是卖肉的也可以，你也是指挥卖肉的啊，卖老腊肉啊。你是指领导好，走嘛，我们上去，去给他帮忙带些腰一下。是的，就说不能进猪圈哈，猪圈不能进的，这是那个大门。哎，对头对头，因为这个，哎，对头，那等会儿猪出来，你看嘛，还闻到我们那个杀鸡，他害怕嘛，还扭头就跑。是的，我保证叫你。一年之内你爱上我们那个行业，一年之内，对的，安逸的。你看，你不会最后把搞了，然后一天我要像你们一样嘛哈，一天白天杀猪，晚上喝酒。我们也别的没得个啥子嗜好，一天是吧？哎，干点工作是吧？屠点猪，扛点肉，喝点小酒，最后再喝一杯酒是吧？就是喝酒。哎，走。走，我们慢慢整哈，我们慢慢整，我把他两个整毛了，他两弟兄还有点凶哎，走，一个个的整，还推着走，嘿，还不走，
那这样吃我大块儿。重吃。喂了，喂了一年了，来准备。走，走，跟他打比过走，走。走。这拉了走，拉了走，但不是吃的。不怕，他今天就在那个了，他都要掉头，走去。弄那个口袋，把脑壳给蒙一下。你那个吗？遮到起，脑壳遮到起，不用蒙，遮一下就行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！确实在学习，我是当不上。好，先挑过来头就行了。我能拍他都得行了。不行，我要。让我，我的驾驶。拉，倒起拉。好好。好，先把车子。啊！几楼的？我跟你说，不能说你的事哈。哪一个牛气哦？你哪一个？为了迎接你，哎，是吧？这个给你接个风，杀猪。我一会儿来破那个吧，哈。啊，那个。我动下刀嘛。那我也想到，也只能干那个了。那个我搞不了，确实。哎，我那个今天算单，我才想过明白个事儿哈。啊。你开始说杀一头猪，你后头又大方点说杀两头猪哈。啊。来给我接风哈。啊。我能吃好多啊！我想过那个筋，我说一头。我觉得啊，没得好，那个不是你吃的着好，而是我的态度问题哦。是吧？哦。那我你是不是差点说今天杀十头猪给我接风啊？杀十头也吃不了个多少。是噻。哎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嘛哈，要不得。你们可以说那个啊，我给你拉尾巴嘛。嗯。啊。好。中国城头高头，注意啊哈，慢点哈，是那个嘛哈，哎对对对，跟着那个背朝着去，自己去，对对对，兄弟，让开，你手在前头，哎，啊，是这样吗？哎对对对，对的，自己去嘛，对的，对的，对，嘿，那刀法还可以，好，拿不起，哇。咱俩就十来，他们三个人吃的吧，应该八行，好多，134.5。把枪了，把背在下头，来哟，跑打，快点，耶，又跑了，嘿，破到了哦，真到了的，不能让他搬下沟哦，那不得，那亏到你。我俩陪着你，这个是你，你聊真谈着，注意脚哟，还要等着，还要等着，啥子没得？啥子？咋了？一、二、三，那么好，那些等，稳到，你又跑了，哎呀，哎，好，放手，这个都是那些的啊，拿去的。我能到几天哈？一个肉。今天了，我把我锅你把那个卤水来哦。慢点喽。哎，慢点，放开点，放开点。锅打烂了，锅打烂了。哎呀，那他们都给他一分，一分难消的了。拿开锅了，我们再揭开。哎，我铲子那个垫子。等一下，揭不开锅了。揭得开。我们来垫一下。你看什么？8月12日。你这个啊，谢谢。落款时间不对。你应该写2013年。你这个书已经10年了，多好啊！哈哈哈哈哈。
因为卖的话是接近还有一个多月啊。咱们三哥说了，他除了肉什么都没有啊，就这么豪迈，只有肉啊，只有肉，就这么穷。没有辣椒，加了说好，辣椒面和辣椒醋，然后抹脸。啊，然后抹脸。还有还有还有，对，我们那好腊肉。不打，来给你整一块排骨啊，来吃一块，吃一块。我跟你说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哎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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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